量是挤压出来的力量，不是直接往前，直接往前的力量没有支撑，晓得吗？一个力量直接往前，它没有支撑的，它太飘了。可是你有一个支撑，我底下有一个支撑，有这个支撑在那边的，那个撑开，它是这样子过去，它是这样子往前的力量是这样子过去，看不到，不是这样子过去，不是这样过去，是这样过去，这样过去，你看，这样过去，这个力量就有支撑了。这样过去没有支撑，看不懂？所以你会做了，我的手就算在这里了，一样，我在这里做，力量一样，看不懂？这个力量，三个点就是三个点，不是三个点，三个点是把底下这条线连接起来，你那三个点拉的它越强，你底下这个就越强，你底下这个越强，往前的挤压出去的力量就越大，是这个，看不懂？啊，所以是筋的弹性跟空间也会决定下去的，对，那个航空一样。对，他一开始就是在练这个劲，一开始就是练这个劲，短的啊，我们前面练的三个桩也是一样，你三个桩骑马步这边走，你看，好，我这个要走了，你看。有没有？我要维持住这个，我要维持住这个底，晓得吗？你想象嘛，一个底才有往前嘛。我维持到这个，你看，我维持到这个，过来延伸到这个地方，沉下来，撑开，出去了，有没有？出去，要换的时候呢？你看，身体跟它还是你看再走，相反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力量，你看，这个力量，这边一沉，腰胯，你看一沉，这个出了，是不是？到含肌部这边也是一样嘛，含肌部过来到这边一坐的时候，一坐，这个力量，看不懂？所以不是出去，回来，这个就没有了，这个就没有了。我拉回来也可以，我拉回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，不是，我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就出去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无论远近，我拉到这个地方一样的，听不懂？一样。好，所以最后的到定位的时候。一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那个架子一下子崩起来了，啊，有点体会了吧？有点体会，在就要这样子走。